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二三公司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有600,000人预约要注国产的高端疫苗，总统蔡英文嘛伫早起注射的头一天，早起7:30就去台大体育馆注射。台南市麻豆长者阿嬷甲4岁查甫孙死伫车内，警方初步认为应该毋是互人刣的，今仔怀疑会检验。有一批越南的猪肉制品走私来台湾，结果验出非洲猪只病毒，部分已经流入市面，检到长的存在。新闻开始来看，今仔开始注国产的高端疫苗，总统蔡文伫早起7:30就去台大体育馆注射，注射了后，总统是讲无啥物感觉。后来哦，总统嘛伫面册表示讲，一家囡仔得注好势咯，伊的精神真好，要继续规工的工作。有真侪民进党的立委嘛，伫今仔头一天就去注高端疫苗，有诶伫面册分享心得，有诶是透过网络专程直播。国产高端疫苗第一天注，总统蔡文早起7:30就到台大医学院体育馆。冯泰文医生问诊了后，准备注疫苗。做疫苗了后，对镜头比出赞的手势，秀出疫苗黄卡，搁甲现场打卡的房啊翕相。了后，伫个面册表示，一时啊都做完，未听，即马精神真好，要继续一天的工作。了后，就登去关下甲东京奥运选手，到第三摆，也是最近最后一场的视讯会议。真侪民进党伫位也伫共一工组，戴文平登去桃园组，伫面册表示，每一个人差不多1分钟等做完，到目前为止无爽快感觉。国家主题并且专程直播的来湖棒球中心组的进行。打完到现在，说实话手背有点酸。陈廷辉登去台南组，真紧就做完。蔡玉琪是登去家己破组做疫苗，也专程直播。真的是不错。国产高端疫苗做的第一天，一些民进党地位特别登去选区组。总统伫个做完疫苗了后离开现场，后续就交由医疗团队掌握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有将近600,000人预约国产的高端疫苗，早起9点就民众排队等要注射。台北中央病院预告报道率应该有80%，有民众是讲哦，因对国产的疫苗真有信心。也不过嘛是有人因为等袂到莫德纳加 BNT 疫苗，所以就先来注高端疫苗。请问是打第一剂高端吗？对。每600,000人预约注国产高端疫苗，二三早起9点正式开始注，头一点钟差不多80%拢有来注。北交民众讲对国产疫苗有信心。台湾是少数可以发展出自己国产品牌的疫苗，台积电这些也都是我们很优秀的品牌。我觉得疫苗应该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毛人讲，因为苹果国际牌子的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事件发生的几率，因为高端的安全性高，每就是选择做高端。A E 的致死率是偏高，那莫德纳是它的1/10，就是高端的整个那个进行的结果，它是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对，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产疫苗。高端疫苗今天是早起开始注，台北中央病院规划伫咧台北电竞场设置大型的注疫苗站，排4排，一排10个人，现场一届会当甲40个人注射。按算早起注300个人，下晡注300个人，上济一天会当甲600个人注射。一个上午是原则上是预约300个，所以一人一支就是没有残剂。台北市总共有251个接种点，3天。那加起来可以到预计大概7万左右。不少民众讲，高端注料暂时无出现像注 A Z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了后，手骨会疼的情形，是加真轻松。不过后手要是爱观察敢有发烧的现象，很快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打完，目前也都没有感觉。中央病院表示，照指挥中心的规定，是规划3天注射的时间，这礼拜会甲1800人注射。要若十号了后新登记的，或者是加登记要注高端疫苗的，差不多有200,000人。预约的时间是为23早起10点到24下晡6点结束，按算27至29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过来，今仔日增加4例本土病例，2例带病入境，无人死亡。另外，疫情已经较转转好，未来卖加强病毒的监测。今仔电视中嘛，好人讲政府复行高端疫苗，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确定的病例，本土的病例有4例，那境外移入的是2例，那这4例都是在新北，所以现在人口涵盖率
在39.58%做一些相关的加强监测的方案。好，那一个是社区定点加强监测，那第二是社区监测污水的监测点倍增，那国际机场特定高风险工作人员重点监测，那对于捐血人的血清抗体阳性渗取率的调查，然后边境进口的冷冻食品加强监测。所以会现在目前先针对2021年4到7月台湾地区捐血中心捐血人的血液存档的样本，然后抽样5000个检体进行相关的抗体检测。那第二个护航高端的事情，那真的是不要这样再讲，高端现在就只有所以不必要去用别的疫苗去抵制另外一个疫苗，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而言不管是民间政府大家这方面都很努力，不会说要护航什么而让其他疫苗不会进来。台湾最近有19例境外病例都是注过疫苗又搁得病，其中有8例注过2剂 BNT 疫苗。有专家是认为讲，就算注2剂疫苗，嘛是搁有感染的风险哦。咱台湾的注射率搁无高，所以防疫嘛是无放任的本钱。专家嘛讲，亲像以色列等部分国家哦，疫苗的注射率已经真高了，也毋过防疫一放任，疫情是搁压起来了。全球的 Delta 病毒是拓了真凶，顶数疫情嘛真吃力。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针对所有带病入境的个案，拢爱当作是为着 Delta 病毒来看待。针对这点，专家认为讲，目前的防疫措施确实是袂当放任。Delta 病毒的防疫跟武汉株病毒的防疫也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嘛。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屏东地区，我们用传统的隔离检疫的方法就是把 Delta 病毒控制住了。因为台湾最近带病入境的19例确诊个案内底，有8例是注过2剂 BNT 疫苗了后，搁去未到的，敢是代表注 BNT 疫苗了后，搁染病几率较悬？专家强调讲，目前相关研究资料还无够，无法度有结论。说不定他来自的国家，他本来就是 BNT 疫苗打得比较多，感染的人数就会比较高。所以观从这个疾管署所公布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一个疫苗发生突破性感染的几率比较高。包括以色列等等的国家，都算注射率有较高，所以因为 Delta 病毒在滚架，疫情真有可能阁反扩，所以准备要阁注第三针。针对这点，专家表示，外国都发生注射率到一定的程度，都随解除防疫规定，等到疫情搁再压起来进行。啊，那台湾是更加袂当放任。另外，针对注第三针的问题，专家强调讲，目前各国也无一定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北流旅游伫8月14日又搁重新出团哦，一直无本土病例的北流，最近煞出现2例境外病例，北流昨就公布加强版的防疫措施。也不过旅游业者是表示，这个措施是完全无影响到咱台湾的旅客，大家唔免烦恼。重新启动的代表旅游专案，一批过一批的台湾观光客，心不愿意就回来。也不过因为北流当局2日发出加强版防疫措施公告，要求前往北流旅客人需要出示3天内核酸 PCR 检测阴性报告和完整注疫苗证明。所以旅行业者透早就接到真侪位的民众来电话，烦恼已经有订好的行程会有变化。他们是要求所有海外的旅客到达柏流当天都要做 PCR 检测，但台湾的旅客并没有这个要求。台湾的旅客必须在出发前往柏流当天，航班当天的早上在桃园机场做这次检测，同时柏流方也认证台湾做的这个 PCR 检测也适用于柏流当地防疫规范的。新措施除了要旅客出示证明，入境北流了后要爱自费支付2次采检费用，而且外国来在北流当地的行动也会受到限制。因为台湾旅游业者强调，新措施针对的拢是代表旅游专案以外旅客，台湾方面无受到任何影响。因为北流最近出现2例确诊，加上德尔塔变种病毒侵袭全球，外界关注北流入境管理，敢是要搁较严格。全世界都是流行德尔塔株，我们预计台湾应该也要跟着流行 Delta 株。那 Delta 株的不一样，就是第一个它的病毒量比较高，第二个呢它的排出病毒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们对 Delta 的隔离呢会跟英国就会
有点不一样。德尔塔和疫情发展有可能发生变化，原本被流团回台旅客，指挥中心也宣布检疫措施将暂时加严，要求甲其他入境者同款，12到14天各做一摆 PCR 检验，日后也将随时检讨、随时修正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麻豆昨午传出一个60多岁阿嬷甲4岁查甫孙死伫车内，警方调查认为讲无人开车门，嘛无人入去车里哦，所以初步排除讲是洪台死的。今仔法医会来查死亡的原因。警方由洪锁线准备采证，因为一对马孙啊，被人发现伫车顶未喘气。台南麻豆昨暝发生一件马孙啊伫车顶死亡的案件，警方调监视器勘查，初步排除有外力介入，车顶也找无遗书甲火炭。真正死因，今仔一届当法医收验确诊。经鉴识采证，没有外伤，车辆也没有遭到破坏的迹证。那车内呢，也没有遗书烧炭轻生的迹证。我们目前知道的话，阿嬷是有心脏病方面的一些慢性病。对我们目前的详细原因要等到相验。实际到现场，附近居民表示，这个阿嬷敢那是因为孙啊常常困未起，才会带来给朋友收惊。不过结束了后，朋友也无注意这对妈孙啊有离开无，一直到尾阿嬷才看到车搁伫现场，去弄门发现两个人已经无喘气，紧通报警方。对对对，后来我收惊的时阵，讲去停伫遐，啊停伫遐的时阵，伊在迄个讲迄落开，日头尾阿妈讲，迄阵6-7点嘛，讲开去看一台车伫遐。哦。哟哟，啊讲甲去遐看。啊，看咱囡仔困袂起，咱啊从阮阿遐暗嘛，阿袂过了遐困，我过遐看袂顶，但我要紧哩报派出所甲报。不能是无，警察来都不开你，嘛无法，总无法啦。警方研判，这个阿嬷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疾病，因为早中昼高温有30多度，无排除是因为热衰竭造成休克。附近无人抢救，才会不幸过亡。啊，那孙仔迄当时也伫车顶，无人发现，才会造成悲剧。不过两个人真正死因，该当法医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海巡在金门的海边啊，抓到一个非法入境的中国人哦，伊驶上渔船来到小金门，被抓到以后，已经先送去病院做 PCR 检验，加载是阴性的。相关单位是打算讲要先甲伊隔离14天，再来调查伊的动机。最近一礼拜来，嘛已经发生3件的偷渡案件了。现在目前在的位置是凤嘴外0.2海里处，发现一艘。大陆橡皮艇。海巡人员自绿岛顶发现防止海巡有不明的光点，确定目标是一只秋天船。离中岛日头正炎热时阵，有一个身躯晒甲乌乌的查甫人，一个人过着简单的秋天船，向小金门划过来。巡防艇接到通报，随即现场抓人。艇上有一名男子以手划桨朝着小金门滑行，研判为非法入境，立即通报本队。在航艇 PP35-3 以及 CP12-22艇赶往查处，并在11:50的左右，在凤嘴西南方大约1海里处截获该艘橡皮艇。海巡人员正全套的防护装备，正伫咧船头对这位姓孙的中国籍查甫人放体温，确定伊是非法入境。看伊的牌子内面有矿泉水、馒头甲一挂生活用品。海巡署按照程序，甲姓孙的查甫人先隔离检疫14天，调查伊为甚物偷渡。非法入境的孙姓男子，经过金门医院实施 PCR 筛检，结果为阴性，没有 COVID-19 的染疫症状。他将于隔离检疫14天之后，我们再进一步调查他的非法入境动机，并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在这个月17、18查到中国的偷渡客了，国家地理所查到的一个姓孙的查甫人，一礼拜内已经有3件偷渡事件。海巡署讲，有可能跟中国16休息期结束有关系，和有些人士想要趁机会偷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人对越南哦，走私猪肉制品来台湾，拢总有71公斤。这走私的烟尘肉饼等肉制品，嘛验出非洲猪只病毒，有部分已经卖到市面上了。检调目前是查到6间店有进一批走私的肉品。你们知道那个猪肉有问题吗？面对问题拢无回应，侯丽丽一直伫闪镜头。这对越南籍的母仔仔，被检警为地检署查去地方法院，因为因涉嫌走私肉品，去予检方审查。
犯嫌重大，且有灭证勾串及再犯之余，且被告两人为越南裔人士，有逃亡之余，又本件肉制品含有非洲猪瘟病毒，客户遍及全台，为追查感染之下游制品流向，向法院申请羁押。检警去新北市新增客栈，伫个仓库发现设定的负责人为越南非法进口，包括包卖月饼、甲红肠等等的食品，计共拢总有71公斤，由因查某囝负责来注文。遐那走私的肉品全部拢查扣起来，甲互防检局，而且佫检出非洲猪只的病毒，所以紧急销毁。都将这肉品流入去市面的，警方大动作透明调查，敢有甲伊挂回去卖人？已经清查了300多个触手啊，那在这一些触手里面，我们总共有发现有6件啊，有可疑越南走私肉品的这种案件。目前伫个嘉南、花莲、台东等等的所在，发现有6间点心店或者是店头，那像是有伫个卖越南的走私肉品。警方已经送去检验，查落来伫个这2天会追查1000多件的厂商，要甲这越南走私的肉品全部销毁。记者综合报道。有时阵走私154只有名牌的猫仔，因为防疫，所以全民安乐死，引起真侪争议。昨个越南偷渡有非洲猪只的肉制品来台湾，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是临时安排去桃园来了解航空快递货品 X 光机检查的情形哦。相对于最近海关产生未解的空棚，苏贞昌是非常的不满，要求关务署要好好检讨。已经逐步在跟业者协商。这个不要协商啦、不然你也跟走私业者协商好了啦。这个月日子有一批超过71公斤，而且带有非洲猪只病毒的越南猪肉制品去防查到，差一点啊就入到市面。行政院苏贞昌早起去到桃园视察航空包裹过电光机的检查情形，针对这批走私肉品无防随查出来，而且一间报关业者已经违规41届，还佫无去用废纸营业。苏贞昌并向检署要求关务署要好好检讨。他知道，因为很忙，因为要快速，因为他违规，无所谓，缴了罚款，照样又来，你照样给他聘贷，你们没有想出方法，对守法的跟对违规的是不同的，那他当然违规啊，被抓到是运气不好啊。国务署表示，因过百片走私拢藏伫个包裹内面过海关，地书过电光机波都看甲正清楚，这是内部爱改进的部分。苏贞昌也提醒，合一单位失德业者一直上空上方，政府单位也着爱变巧，而且边境为着要阻挡疫情，管制空过量变真济。苏贞昌也当着答应会提供支援，特别责成航空警察局要支援人力，来就这一段期间第一线同仁。又要防治非洲猪瘟，又要防治疫情，又有那么多因为不能自由进出的旅游旅客而用快递、用货运、用其他方面。都因此增加很大工作量。为了要防止非洲猪只，环保署也针对着全台湾676间油品市场场进行稽查，也提醒民众，若准有来路不明的肉品，或者是无煮过青猪肉加猪肉制品，爱拼粪扫车，唔通拼粪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越南的疫情增加，连续4天哦，逐天的本土病例拢有上万例。上严重的胡志明市今仔开始禁止民众出门，民众嘛方要求讲人伫底都袂当搁离开。当地民众嘛开始抢物资，政府嘛派出军队来发食物加生活必需品给百姓。消费市场内底民众抢买物件，货架顶悬大部分的肉拢被卖了了。民众购物车内底拢是各种的物件。因为越南疫情升悬，2、3开始，东寨区胡志明市的防疫管制阁升级，要求民众踮伫厝，唔通出门，提示民众抢买物资。越南疫情严重，20日又增加13000多例确诊，创下一天第二高，连续4天超过10万例。胡志明市执行2礼拜禁足令，要部署军队来协助发食物甲其他生活必需品。lúc này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diện dịch là diễn biến phức tạp rồi, chủ trương là F0 là sẽ điều trị tại nhà rồi, thì cần phải có các tổ có chuyên môn.có phẩm chất bộ đội của Hồ đến với bà con chăm sóc tại nhà luôn.
根据越南卫生部统计，越南目前第一期疫苗的注射率是15%，当中也将疫情严重地区列为先注疫苗对象，防止疫情继续扩开。受德尔塔变种病毒侵袭，以色列确诊人数继续升高，以及针对3岁以上囡仔做抗体检测，确保新学年能顺利开学。לא ידענו שהוא היה חולה, אבל כנראה שהוא היה. יצא עם נוגדנים לקורונה, וזה אומר שהוא עכשיו מקבל תו ירוק. אני אפילו לא יודעת לכמה זמן, אבל הוא מקבל תו ירוק ויכול לחזור בבטחה לבית ספר.以色列已经开始为12岁以上青少年做疫苗，这次检测是针对150班3岁到12岁也无符合做疫苗的学生，结果发现有1%已经产生抗体。另外，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森和伊的太太采检新冠病毒，两人拢出现阳性确诊，住院治疗。杰克森成立的彩虹推动联盟透过声明表示，目前也无进一步消息，也提醒这几天有接触过人士遵守相关防疫规定。公司新闻郑伟琴编译。来看美国的田纳西州，最近落大雨，雨量创纪录，也造成水灾，有22人死亡，几啊十人失踪。另外，伫美国的东岸，热带风暴亨利虽然强度已经减弱，也毋过离离伫罗德岛登陆的时阵，大风大雨。也造成14000户停电。田纳西州创纪录雨量超过车路，通信设备坏去，厝被强大水力也冲倒，车也保不了，有人不幸死亡。其中一对双生啊，爸爸抱咧速雨水加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恐惊会阁增加。以及下晡，麦克伊文镇不到24小时得到430毫米的雨量，惠佛利市也有380毫米。It's a total loss. We had about 6 feet of water inside the restaurant.All the equipment, everything has been destroyed, flipped over, washed out.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资料，田纳西州部分地区拢有创纪录大雨，亲像休斯顿、亨佛瑞、迪克森甲西克曼等，敢若是自伊早起的落雨量都已经非常接近当地一年落雨量总量四分之一。在美国东岸原本是一级大风台，不过已经减弱的热带风暴亨利，在美东时间日时在罗德岛登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沿海大部分地区停电，康乃狄克州居民被迫撤离，纽泽西州数十位驾驶人是受困。纽约市的落雨量是创下纪录，中央公园自晚上10点到11点落49毫米的雨量是有史以来一点钟落雨量上最，为纽泽西州往北一直到缅因州等范围有差不多14万户停电。I am a little surprised with this tropical storm, Henry. It came really quick. It came quick and passed. I am really surprised at how sunny it is right now. 在亨利接近进前，总统拜登先宣布纽约州紧急状态，阁袭击美国东北部的几个州，恐惊数十万人受影响，要求民众准备好物资。阁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部署援助。根据美国飓风中心的资料，亨利在经过康乃狄克州的时阵，相对的风速已经减少每点钟80公里。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为了要赶紧把人撤离阿富汗，美国昨午停掉6间航空公司来斗三港载人，36点钟内底就载11000个人离开。也毋过嘛是阁有真侪阿富汗的百姓伫机场等要走。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势力组成的北平联盟，其中有一个领袖马苏德，伊嘛公开强调讲，因会长期来对抗塔利班，有机会卖甲塔利班来对话。在喀布尔机场的铁棚前围有倒一张倒坐查某囡仔的单，就让知影有人要未走离开阿富汗，就先拄着亲人分离的痛苦。喀布尔机场即马情形也是真乱，真侪人看到有空就冷，人无法度上飞机，转去会和塔利班拍。How sad is Taliban is kicking to people with a rifle? 美国政府日日正罕见的动用民间奥群航空队的机制，找美国6间航空公司到三港撤离人员。总统拜登讲，伫咧过去一礼拜六礼拜36点前久就撤离11000人。美国政府也向伫咧阿富汗的美国公民提出警告，讲机场有危险，除非有收到通知，若无卖去机场。也伫咧苹果认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下，及时性撤离。民航机未出入喀布尔，是自边海国家的美军基地接应。另外，根据美国空军的消息，有一位阿富汗俘虏在美军的 C-1 运输机撤离，在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降落了无多久，在飞机内面生囡仔，母乳拢正平安。
在即马已经有几落千位民众走去抨击下线，也就是阿富汗为亚布和塔利班控制地区，透过北方联盟对抗塔利班。目前已经收获巴格兰省三区。We want to make Taliban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forward is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talk, and we are talking to them, and we do not want war to break out.抨击下线，好手歹讲。关键报道，副总统沙雷因为伊的小妹和塔利班虐待到死，甲塔利班冤仇结真大。美国伫咧阿富汗的三大军阀盟友之一的杜斯塔姆万岁，一个北方联盟的领袖马苏德，也就是抨击下之西老马苏德的后生，已经伫咧抨击下线会合，讨论安怎对抗塔利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天是八里山炮阵的63周年纪念日，早起一场纪念活动，前台北市长侯亮斌甲一寡南洋人士出面呼吁讲，咱爱记住战争的历史，增加自我防卫的能量。伊嘛批评总统蔡英文今仔无对这段历史有任何的表示，也毋过总统府是回应讲，总统下晡会发表谈话。八二三炮战63周年，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伫台北市八二三炮战纪念公园举办活动。从台北市长侯亮斌讲到八二三的时阵，德军的炮火是真猛。因老爸也就是前行政院长傅伯村，迄当阵做小金门地教署的署长，嘛几啊届差一点啊去予炮拍到。每一平方公尺落了60几发炮弹，平均，所以整个金门被翻了不晓得多少遍。我父亲也几次千钧一发，险些牺牲生命。迄当阵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欧仁的后代嘛，呼吁讲，两岸应该爱回头看八二三炮战的伤痕，共同以护两岸的和平。身为八二三炮战国军之后代，吾等期待两岸的领导人需要有更高的智慧以及从神来的祝福，共同努力维系海峡两岸这得来不易的和平。国民党重要的政治人物就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不过也批评总统蔡英文早起去做高端疫苗的时候没公开表达对八二三的纪念。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回应说，因为考虑防疫避免下岛搬徙，所以总统今年没安排去金门的行程，不过总统会在二三下午去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和航空飞弹指挥部相关的营区来视察，而且对八二三炮战63周年的纪念发表谈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委员会今天公布代替德鲁古河事故的报告，表示当时工地是未当施工的，要不过工地主任说甲伊讲，驶火车要去现场处理等伫现场的轮灯啊，泵坑内底哦，共有四个工人，火车因为无灯卡伫路边，伊讲是有走去泵坑的出口，向火车握手要提醒驾驶，要不过德鲁古河驶出泵坑，看到的时阵，离浪底的时间只有7秒尔。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移工有在挥手，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已经出了隧道，车轮隧道，那么在往这个接近清水隧道路上。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这样计算起来，大约是剩下7秒钟，剩下7秒钟，也就是到这个货车呢这边要碰撞上这个跟火车碰撞。云南会调查表示，讲火车迄当时时速是126公里，已经未赴打档啊。云南会指出，施工的单位无做好工地门禁管理哦，用非法的移工哦代替招标的文件，嘛无约束厂商爱设施工的便道来做防护，这拢是事实。明年的4月份哦，会阁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在意外不幸过往的47人，有30人是买卡票，跟这场意外更有关系哦，搁爱详细来调查。再来看台中捷运营运以来问题是不少，刚才委员也调查，因要求台中市交通局应该依照合约向承包的台北市捷运工程局要求赔偿，金额大约是1亿4千多万。台中捷运营运以来连续突出，民众已经出现信心危机。这半年来其实发生的故障的状况，其实，如果以比例来算高啊。这个工程也耗时蛮久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公安问题，他们应该要再多深思熟虑吧。中捷列车去年11月21日发生连接器车身断气的事故，短短7天6天都被迫暂停。今年8月21日，中捷再度故障，这摆原因是刹车系统的故障无法度驶离。卡在高铁台中站的二号月台，造成台庆站和高铁站区间停驶。中捷和北捷局参加动工人员检查发现时，
驻车赛车电子发线可故障。首次发生，驻车上车电子阀故障，导致断路器跳脱的一个案例。那故障的组件，已请厂商进一步，后续的分析故障原因。监察委员叶宜丁、王雷丁最近公布调查报告，台中市府还未向台北市捷运工程局提出赔偿，要求市府交通局应该依合约对于断车心事件造成的营运损失进行赔偿。突发性的赔偿，这个营运的损失，后续呢送给监察院跟审计部。刚好碰到这个疫情跟暑假期间，怎么样去取得这个合理的票箱收入，因收入而未收入这个合理的数字，那再具体去向这个台北市政府进行求偿。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初步估计要求赔偿项目，包括薪水给付、营运票收入、经常性费用等，拢总是14000多万。要不过，有关需要考虑疫情期间的损失，目前当局内部统计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渔船走私名牌鸟仔一案，渔船的船长张信问了后，是以6万块交保，因为这批走私鸟仔已经依法安乐死哦，嘛引起真侪民众的不满。也不过学者是认为，走私的动物有传染病风险，尤其是鸟仔卖传染新冠肺炎，政府的做法并无唔对。也不过建议讲，未来要修法，应该严格来处罚走私的行为。所以你花了多少钱送这些走私货回来啊？现在。比伯啊，无愿意回答问题。伊是涉嫌走私鸟仔的顺发886号渔船设立的船长。顶礼拜日检察官去船顶检查了后，船长被移送地检署警讯，而且发现讲船长有安心的冷气，怀疑讲船长早就知影要走私。有发现猫只均在一个特别打造的密舱里，来规避安检。动物数量庞大，成本昂贵，目前不排除有不法集团幕后操控。顺发886号渔船，去年4月就去红查到走私粉，检方侦讯了后，认定涉林的船长涉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佮有走私等等的罪嫌，可以用6万块交保候团。一挂走私的鸟仔被安乐死，引起争议，政府讲要修法。不过学者是认为讲，无经过合法的定数入境的鸟仔佮狗仔，拢有传染病风险。除了消狗病以外，新冠肺炎嘛有可能会传播，支持政府消费的做法。这应该要立即扑杀，否则的话，这些猫呢在进来的时候，它有可能传染这个狂犬病，还有可能传染其他猫的疾病。COVID-19 的一个病毒也可以感染猫，所以它也有机会传染这个所谓武汉肺炎这种病毒。而目前在国际上普遍面对走私、非法输入的动物，都是予以销毁，包括进步的美国、欧美、日本等等都是这个情形。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表示，先前的国家对走私的狗仔跟猫仔做法嘛拢是安乐死，只是因为考虑到人道，也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有其他的办法。不过，毛学者伫咧面册刊文表示，认为政府修法的方向不应该是开放人用走私的狗仔跟猫仔，因为即挂走私的源头大部分拢是无执照犯法的繁殖场，那是修法开放。恐惊会让台湾变成疫区的风险，应该是对加重处罚走私来修法。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台湾大约200个为动检员，因爱负责每档哦25万件动保案件，工作量是真大。早起有动保团体就开记者会呼吁讲，应该赶紧来设动保警察，伫接到动物虐待案件时，会当伫第一时间来保全证据，有公权力来保护这受到虐待的动物。这只猫仔面规个是烫伤的痕迹，脚只片顶冠毛几下的空嘴，还佫长伫个流血。新北市动保处顶礼拜二27日接到通报了后，佮警察赶去泸州一个人家处，查到一个姓李的主人，佮伊饲的猫仔破烧水，这只猫仔烫伤是真严重，袂少主人去用医生发班。毋过有动保团体就讲，伫其他的县市，捌伫6礼拜的时阵，找无动保处的人员，佮警察报案，煞袂当随处理，相关的证据就有可能就安尼无去。警察也是跟我们回应说，需要等到动保上班之后才能来处理。那我们等到礼拜一之后，大家可以想，这现场其实很多的证据都已经不见了。早起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协助动保团体举行记者会，呼吁应该要成立专职的动保警察。若无动保团体，就算想要做正义的代志，因为无公权力，袂像煞公亲变事主去控告。
是必须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处理这些事情，去做原本应该是政府才能够做的事情，去做收证，去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人被告。现在接到相关检举的民众党台北市东部，因为虐待动物跟家暴的案件同款，拢是跟时间在招标。除了要有动保警察，应该比较实行119的模式，虐待动物的案件也可以实行报案。所以透过一个视讯119，就是动保119的一个视讯传递管道，起码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效的能够保存证据。立委蔡碧如指出，最近这三年虐待动物的案件有6462件，不过定罪比例只有 2.5% 是真低。目前全台湾的动检员差不多是200个人，每一年差不多要负责25万件案件，卡手是严重不够，所以甲动保团体搁一届出面要求会当推动动保警察的制度，减轻基层警察的负担，嘛才会当伫第一时间来阻挡虐待动物的事件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劳基法本底为着要保障女性哦，会当拒绝半暝工作，也毋过顶礼拜五，大法官宣告讲这条劳基法的条文违反宪法。有勞工團體就很煩惱說，女性員工的夜間津貼有可能會被取消，客停車費就無法報公效了。有立委是要求勞動部應該要想辦法來保障勞工的權益。飛國際線的空服人員因為做工作的關係，請在生活睡眠不正常，基本上女性勞工都會配合排班，不過其實原本勞基法裡面也讓女性有拒絕的權利。原本勞基法第49條第一項規範，頭家在勞資協商或者是工會同意進行，不能要求女性在晚上9點至隔天工早上6點做工作，所以工會就跟電視台協商，親像艾倫美班的媒體工作者，無論查甫查某的員工，夜間的工作結束了後，若叫車回去會當報銷。女性夜間工作的時候，其實我們超過了這個晚上11點之後，公司除了給我們200塊的交通補助，那因為最近又搬到比较远的林口地区，所以公司现在是让我们从林口回台北的时候，可以全程补助我们的交通费。二十大法官宣告第807号的解释，讲劳基法第49条第一项违反性别平等，宣告违宪，法条随时效。好工会是真烦恼，原本公司提供的交通津贴、夜间工作津贴，拢会连带去取消。所以有立委就要求劳动部都要随修法来补救。我在想，如果我今天去上班，然后突然接到公司说今天不能再坐计程车回家，那个700多块的计程车是不是就是我自己要负担、自己要吸收？我认为今天大法官他站在一个平权的进步这个价值上面呢，去撼动了一个在公司里面很难透过劳资的这个力量呢去完成协商的，反而是变成个别性劳工呢必须要这个接受资方的这个安排。我们会邀请各个学者专家，我们来尽速的理清这个争点啊，以及大法官他们解释的意涵到底在哪里。劳动部表示，有心或者是当地市顶的女性劳工，要是会当拒绝在夜间做工课，伊若涉嫌引起的争议，会就专家会谈研议对策。罗香玲要求劳动部在中秋节进前提出修法的版本，而且成立协助的平台，让即马工会真无简单才争取到的夜间工作补贴，袂全安尼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以早逐冬的热寒热热，拢有大学生会去偏乡帮学生囡仔来辅导功课，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大部分拢取消啊。也毋过伫台东县哦，却传出讲有人利用学校的名义，讲要去学生处理来辅导囡仔。也毋过上派的要做啥，拢讲甲无清楚哦。教育处是呼吁家长，若是接到这款电话，就会当随报警。高中甲国校啊，就伫要开学啊。学生当官咧写校作的作业，毋过煞有人想空想胖，利用开学进程要推销教材或者是诈骗。二日台东东河太原村都科技的人士，毋知为倒位摕到学生家庭的资料，去学生引导甲家长讲，是太原国小要求因爱去学生的处理做课后的辅导，家长是感觉真妖奇。说他们是帮学生服务乡下地方的学生那样。然后说什么要课后辅导那样子。家长讲，其实一礼拜前，对方就打电话联络，讲要来处理。手机啊显示的是一间教育协助企业赞助的组织。家在学校的老师，随赶去学生引导，讲学校并无委托任何的机构去学生引导做课后的辅导。而且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去偏向学校服务的课后辅导是拢全部取消。家在学生的家长无去用诈骗，或者是硬推销教材。他负责了几张那种。
各自单上面是有写成交，那、啊、可能是在推销东西这样。我是觉得说，在我们偏乡真的很容易就让有心人士有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很多的都是老人家跟小孩或是隔代教养。校长问其他的学校，才知影讲，为六月份到达，伫咧鹿野甲东河乡，都出现四件类似的案例。目前透过教育处校长会议，会甲台东县各中甲各学校来宣导，避免学生甲家长受到骚扰，而且嘛有请警方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即卖社会少年人的压力是真大，佮加上疫情影响，工课真歹找。有哩位是指出，2020年平均11人都有一个人捌去看过身心科，也是精神科。也毋过，咱的政府伫国民心理健康方面的预算实在是上过少了，这真使人烦恼。15到44岁的第二号国民的杀手是自杀。过去常听到咱国民众十大死因以癌症、心血管疾病等项目较侪，也毋过以青年世代来看，自杀竟然排名第一，这也反映出民众有心理健康需求。他今天呢，这个薪水没有涨，可是又面临疫情，然后呢，公司可能就是让他们长期的无薪假，有一个免费的哈心理健康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哈，结果涌进来2000多名的这个民众主动求助。在疫情发生晚两年的期间，对于青年世代来讲，可能要同时面对做不着疫苗、买不着厝、赚不着钱等生病困境。也不过，检视国民心理健康计划占卫福部的总预算来看，2013年占0.9%，也不过最近三年只存0.09%到0.03%，这甲先进国家的10%比有300倍的差距。国民心理健康的人平均预算也只有26.80元。大约是一碗泡面的计数。去年2020年，在台湾每平均11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身心科或精神科，人均的预算在政府针对这个心卫的部分呢，竟然只有一年一个人只有26.8元。我们全国平均106万人才有一间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民众党立委柯兴焕提出呼吁，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将心理健康计划的预算占比提悬，加强每个人平均预算，加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部件。除了这计划，也应该针对青年世代的心理卫生需求，盘点各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唔通只将青年政策停在经济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哦，普渡的规模拢缩小，以前真侪普渡了后的奖品拢会捐予社福机构，也毋过今年奖品减少真侪，所以民间团体嘛呼吁民众哦，疫情一定会缓和，望讲大家会当来发挥爱心，继续来帮助社会上弱势家庭。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一个再来到中心，分类各项普渡物资，有泡面、罐头、饮料、水果，佮猪肉含鸡肉，连忙赶紧通知弱势家庭前来领取。希望这些补助会当帮助因减少开销，也可以下班也可以吃饼干，下课回来，就是对你们也蛮有帮助的，这个对，帮减轻家庭的负担。到目前为止，普渡的贡品我们已经收到了将近550桌，白米呢也超过了8000公斤，都会马上把这些东西分给所有的家庭。福林教育中心表示，但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中元节过后，收到的普渡奖品550桌，比往年同期大约1100桌减少50%数量。可能嘛，下各地有着要配合防疫，不得缩小普渡规模有关系。大川啦、冰雕啦、白楼啦，等等吼，咱这特殊今年拢总取消，啊，就干那祭拜尔，啊，祭拜煞吼，咱的信众，伊若是要家己的普品摕回去嘛会使，啊，若想由普渡会统一来送哦，咱这只。弱势团体安尼。福林教育中心表示，虽然今年的普渡奖品量减少，但有表现出进化。为了要减轻受互助的家庭经济压力，其中有中华二林天人奖捐款50万，来当作个人救助和助学金。希望在疫情慢慢稳定的期间，民众会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帮助弱势。记者王吴立报道。
来看中华的鼻头，有迎风、和风、跟红润三个村的名字拢有风哦，村民都讲常常分不清楚，配信的寄送有当时也买送唔到，所以发起人数要求正名。五月份召开村民大会，七月份提案请乡代会同意，也唔够代表是认为讲正名爱开偌济钱，伫提案中并无提出预算，所以暂时无要处理。也唔够公所强调讲，会伫九月份的临时会先来通过一个提案。中华北头永丰村，伫个公布栏甲活动中心，四界拢看到这个村的名是永丰村。不过徛过门牌煞写了无同款，这个字合作“礼”甲“丰”看起来是真相像，不过是完全无同款的两个字，让村民是感觉真困扰。就个保险公司为着这个永里村甲永丰村两个证件不理赔啊，叫律师去告保险公司啦，结果佫告输。因为住址甲门牌无同款，所以清查发生收无挂号牌的情形。村民想要办保险或者是申请相关的证明，唔是去予拒绝，都是产生争议。所以在地村民决定发起正面的联署。我就发起全村的户长去联署，村民户长数的十分之一之后呢，我们就送乡公所。包括永丰村、甲和丰村，也阁有丰润村等等三个庄仔头，因为伫个日本时代的民政单位，甲丰登记做例，才会发生这个情形。永丰村的村民伫个五月份召开村民大会，决定请公所推动正名。伫个七月份的代表会提案，不过代表会认为公所要甲正名相关的费用包括在内，所以这个提案就一直卡伫遐。所以咱就讲替这个村民。吼，艰苦人争取到这，讲阿麦让伊去开销到这。有县府同核定以后，我们公告以后，我们就可以讨论来怎么去补助。嗯，那代表他们是认为说，要先知道说怎么去补助。发起人表示，目前除了永丰村，另外两个庄仔头也未发起联署，会继续要求公所来推动。北头乡公所表示，会伫九月份的临时会先予正名案通过，再佫以建议提案的方式来解决经费的问题，希望会当赶紧推动正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市公正街有一地有一张老樟树哦，因为已经去弄掉一挂大型车往来，最近哦，个人骑摩托车去弄掉树啊，所有民众都要求讲应该把这张树啊刷走，也唔过附近的民众是希望讲这张树啊会当留落来。这是华人市古县平队的公正街北边，这张位围墙啊内底发出来车路的老樟树，因为生长的方向特殊，阻挡未少大型车辆的出入，甚至要骑机车经过时阵，无注意去弄着头。去年有撞到，骑士吗？还是汽车？骑士撞到、啊。汽车算经常。压迫感有一点。有一点，那开过来都特意停下，会小心，会放慢这样。李就表示，这张老樟树虽然阻碍不少大型车辆通过，也不过其实也降低车速，间接保护社区安全。最近老樟树因真侪游客前往，社区早已经将伊当作宝保留下来哈。因为这老树呢，就知名的，又在公正街的路上呢，像我们迎宾章的一个典礼了。官府表示，这张老樟树树龄大约60年，目前还未被列管。最近有接到通报，树干亲像哪来哪家技术破病，希望管理单位先进照顾责任。这棵树既然已经有这个危机在，那我们希望说这个管理机关哦，也就是花莲市公所，能够尽快提出到底是要移植呢，或是要就地还养。市公所回应，为了行车安全，早已经在附近增设警告标志，提醒民众注意管道。老樟树目前真健康，而且对社区有不少珍贵价值，加上伊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目前无移除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有在地少年人甲台湾的原生种画落来，各设计做生活用品哦，希望当记录小解咱台湾正特别的物种，和大家来知影讲咱台湾有非常丰富的生态。这位邱某的少年家真专注地用铅笔把食物的形画下来，他是戴启明，因为喜欢自然生态，就一笔一笔把食物和动物画在手巾、脚网等日常用品上面，让众人可以认识咱台湾这看有的原生物种。当我们去到国外，我们看到很多的植物园，里面有很多精美的纪念品，那上面他们都会放当地的特有物种，那让游客或者是当地的人，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些的生物。
戴克平和伊的牵手李慧如，利用时代留落来的古厝改造做艺术工作室。因会到企业摆摊，也会去帮助老人做艺术治疗。伫有闲的时，为台湾的原生物种做纪念。后来把这些图设计做商品，现在也画超过30款的物种。所以我们是刻意的放上像图鉴一样的学名，因为我们希望当大家看到图画的时候，他如果更有兴趣，他会愿意去研究它。那甚至他如果拿来成为赠送的礼物，不管是赠送给我们自己台湾人，或者是他有朋友亲戚在国外的，那他们就会更多认识，知道台湾这片土地上有什么样子的特有物种。但卡达台湾地就是对这片土地生物无啥了解。戴克平和李慧如五万公透过甲艺术结合入去生活用品上面，和咱和土地关系愈来愈亲近。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有一位少年艺术家哦，伊利用一挂唔低的插头，精修枝条来制作伊个人的工作室。艺术家就是真无简单哦，伊个枝条变甲真有艺术气氛，佮有插头的芳气。咱做伙来看麦。将积水往内滚包包的，才提线一链一链固定，这是正适合挂咧壁装炭的食物。这二十外岁贾依妮讲，别人唔滴的插头家具，拢是伊正喜欢的材料，因为伊感觉有人使用过，留落来记号是足有故事性的。我蛮希望客人如果他们要做定制品，他们家里有一些旧木料，其实都可以拿来，因为这样的连结是最深刻的，我觉得也是最特别的，因为那个是对他们来讲是无可取代的。对，贾依妮吃珍惜物件，伊认为回收人唔滴的木材，佮创作是足有意义的代志，而且对地球环境无负担。未来伊嘛想要家己种台湾的原生种树啊，和伊的创作维持环保佮影响。因为像我自己大部分就是用台湾块木嘛，可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台湾块木一直让我使用。对啊，所以就是希望说，如果我可以自己种树，然后自己用自己种的树的材料的话，我觉得那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永续的方法。除了用人无爱的木材创作，伊也会替人修理家具，因为这挂旧的物件拢是咱基地中的生活，也希望透过改造，和旧的物件搁展现出新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波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花岛地区上低28度，上高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